这就是美国人平常喝的这种啤酒饮料还有水。这水是多少钱呢？94一加仑。这边的水也非常多啊，品种非常多，多少？4块4毛8，这么多大瓶，嗯。然后这边是就是喝的啤酒，啤酒是加上税还是不便宜的？这种啤酒 ，Zed Store 都不一样，嗯。Red 然后这边是 Hard Set 的，这都是冰的，在这种啤酒。这边是功能饮料，高的是功能饮料。这是 Later Great Test。味道很好的，这是14块9毛8。这边是 cool 常见的这种啤酒比较多，这边是红酒、葡萄酒、红酒 cool。这是 blue lights， 这是蓝带。这边是葡萄酒 ，Black Box 黑盒，这是有起子的，这是功能饮料，这是红酒，比较大的像香槟一样这种。Port Green 这种比较花的啊，不一样。Brandy Money Miss， 这是太甜了吧？估计是这种小杯子。这是星巴克咖啡，2块6毛8。Red 红牛，这个是这种酒啊，这种酒。Bacardi God， 这是海盗，这是什么海盗？看对面是这种橙汁饮料也是比较大的饮料。这是饮料 stock， 这是橙汁比较多啊，黄色的黄橙橙的橙汁，5块多。三尼地，这是阳光的，比较阳光的饮料。然后 peak golden peak 是，那种不各种，这种是气死吧。好，就到这里，拜拜。